你回来这么久，你觉得余庆哪儿最美啊？人最美。这么巧啊。是啊，好巧。你今天也来江北？我们不是在打赌吗？我也要努力的找客户啊。看来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更努力，我是没有什么懈怠的理由了。邵总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开车啊？我呢，就是喜欢搭缆车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，但只有这个缆车没有在变吗？没想到邵总还挺怀旧的嘛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工作没有那么忙碌，慢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？那应该是下班回家，天还没有黑，一走进楼道呢，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。有的家在烧鱼，有的家在煲汤。楼下的公园有小朋友在玩耍，但是多了爸妈陪伴的身影。都市里面的百货大楼还没有倒闭，可能我们手机里的 app 没有那么多。快递可能不会在一天到，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、喝酒、聊天。慢下的生活真好。是啊，欲望越低，就越容易满足。坐。你还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吗？当然记得，桌子都是这一张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只是少了一大份西瓜。嗯，日子过得真快，邵总都可以开始吃辣的。我记得当时你在洗衣房的时候说，你回来是为了生活。现在这个想法有改变吗？我还在努力中，但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。嗯。你回来这么久，你觉得余庆哪儿最美啊？嗯，人最美。对啊，余庆的人都耿直、热情、浪漫、火辣。寒冬下光线自然，微风抖动的弥漫。来了。真的是有够火辣。在耳边呢喃，目光交集后，你害羞的都散了。我全部故事桥段，都宣布和你有关。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